说八道，我揍你！哎，别别别，我说的也是镯子。你呀，干脆买不起，拿来吧，拿来吧。那你不卖了？不卖了，你买不起吗？那给你，拿来，给你，拿来，给你。给你，哼，没瞧见过你这卖杂货的这么不和气。我告诉你说吧，我哥哥那儿也有一只，我跟他要了好几天了，他老是不给我，我要买你这只镯子就是为了气气他。